别着急，不就发现了一条小河吗？看一下有没有鱼儿。好清澈的水呀，发现了一只黑壳虾，两只，看能不能抓上来，给狗子加点肉。慢慢的到我手里来。嗯，跑了，出门前忘记带捞网了，看来要想点办法才能抓到。这里有一只，这次不能让你跑了。终于抓到了，过来看看我抓到啥了。一只你喜欢吃的小玩意，给你塞一下牙缝吧。来，给你。吃不吃？这家伙有肉不吃改吃草了。你不吃我就放生了，好不容易抓到的。一辈子吃不了两个草，上辈子放羊放傻了。这不还说带我去别的地方玩，往哪边走呢？带路吧。来到这什么神仙地方，看起来还蛮漂亮的。看到啥了？原来是一群鸭子，怎么一动不动的？是不是假的？走进来一看，这边发现一大群，有灰色还有白色，这是鸭子还是鹅？还有一只大公鸡。这里是动物园吗？他们过来了，过来了。他们想干嘛？这群家伙没见过人还是没见过狗子？小狗子，他们过来了，你怕不？让我问一下，他们是鸭还是鹅？你们是鸭还是鹅？你们这样回答把狗子都搞蒙圈了。我去，这么凶。敢吓唬我家狗子，把你们都炖了，信不信？不管是鸭还是鹅，你们有本事别跑呀，别走呀。狗子被吓坏了，他说要回家了。